啊，器材升级感觉好厉害啊 ！Hello， 我是小玉，天才的我最近又有了新的灵感。各位都知道，夏天到了，最近天气非常的炎热，有时候出门必须要化妆。最近我看到有人挑战50层假睫毛，50层底妆。你知道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？太伤皮肤。今天我要挑战的是，敷100层面膜。OK，Let's go。各位，因为100片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请到一位助手，绝对不是因为我想偷懒。先绑了吧。你觉得能够像日本武士的感觉？怎么敷啊？跟各位介绍一下，今天这位是非常专业的美妆部，面膜找喷就对了。我觉得一层就已经很厚了。我被这样自欺了。我已经成功敷一片了，还剩下99片了。我等一下会以10片、30片、50片、70片，然后100片的记录给你们看。各位，我已经敷完10片面膜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有1公斤的水泥压在我脸上，超重的，我看起来像是一个杀手。大概现在这么厚吧，面具了，面具超厚，你看比我还要还厚，我手都是水啊。你要敷吗？你要敷吗？来吧，我挑战今天世界纪录。好重，太重了，好重。如果你想看我的影片的话，也欢迎到下方的直接来看我的频道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不小心多订了100片。